新闻继续跟进，消息要来看，是发生伫咧嘉义市共和市场内底有一间小公庙半暝被贼仔入侵，将香油钱全部拢偷窃了了，两千外块被偷窃走哦。经过报案了后，那门派出所调查发现，讲这贼仔总共有四个，拢是出规身躯的力要将这大门扭开，但是一直扭袂开，最后是扔入去边啊玻璃门，才会当顺利将这钱给偷窃走，但是却嘛被警方逮捕到案。江河市场管理处边仔的小公庙，供奉着先天上帝爷、妈祖、甲地藏菩萨。伫遮做生意的摊贩，伫咧开打进前，拢会来参拜着神明。但是在半暝啊时阵，是较无人出入。骑机车的男子来到现场，是假做是要借便所，但是在树下无人之际，大胆妄为。企图要拍开庙门，用尽全身的气力要开大门，但是咧扭袂开。男主是不甘愿，走出去又走倒回来，有四次要用力来扭开大门，但是无成功，最后是两位边仔的玻璃门入去偷窃得手。他是使劲的要推开这个玻璃门哦，但是哦，真的是也因为有上锁哈，这个窃嫌哦就是很不甘心，所以说在现场逗留了二十几分钟。那因为现场附近都没有人哦，所以他还是不死心，一定要打开这个玻璃门啊！但是因为玻璃门还是一边防窃措施没有做好哦，所以说还是被这个窃嫌有侵入的。警方协助侦查，发现抢匪钱是两千外块被偷，但是人咧做天咧看，警方立即启动犯罪侦查，顺利来将这个查拉布来抓到。谢新新闻，超频道嘉义市采访报道。准备要四。